大家好，我是来韩国留学并且担任疆运道明医宣传大使的中国留学生，我叫赵薇薇。这次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昌冬季奥林匹克的举办地。平昌冬季奥林匹克的举办地是平昌、京善、江陵。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昌市。首先，先介绍一下在平昌开设的奥林匹克场馆。 平昌阿尔卑西亚体育公园设有冬季两项中心、越野滑雪中心、跳台滑雪中心、滑行中心。普光度假村设有滑雪场，隆平度假村设有高山滑雪场。以阿尔卑西亚体育公园为中心，所有赛事场馆均为其30分钟以内的距离。江运道平昌有大关岭天空牧场、大关岭羊群牧场、平昌奥林匹克市场、月经寺等旅游胜地。另外， 平昌的代表食物有可以保护肝脏、解毒效果出众的明太鱼套餐，在自然无污染的环境中采取的山野菜做的野菜套餐等。让我们祝愿所有人聚在一起的平和的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胜利举办。您收看的是奥林匹克在平昌，我是赵薇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